康康应该是表现最好的，康康应该没问题，不一定。那么康康啊，那么一弄完了以后，这游戏太幼稚了，挂走了。咦，康康，康康，坐会儿，坐会儿，坐会儿来，我这戴头上，看我研究东西好不好玩啊？你喜欢爸爸吗？不喜欢。是他打过您，凶过您？凶过。打过吗？没。是真的吗？算了，我不去了。严重了，严重了。我觉得那么康康啊，这游戏太幼稚了，挂走了。OK OK， 马上就完了，就一点点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，你直接。爸爸有打过你？没有，他只拿刀，拿刀要剁我的手，剁我的手，就吓唬我。你知道他是吓唬你是吧？不会真的剁你是吧？最后一个问题了，你最喜欢什么玩具？飞机乐高。如果说给你买了飞机乐高的玩具了，然后爸爸就会去忙工作，不会陪你。但是如果说爸爸要是陪你两天，就没有这个玩具了，你选哪个？哎，我不敢说。不敢说？你是怕他知道是吗？他不会想吗？不会。乐高。哎呀哎呀，乐高比他爹，哎呀妈，乐高乐高。我觉得你想说的是，更想让爸爸陪你啊，是吗？有乐高，还有爸爸，这样比较幸福。都要，这就是最棒的，是不是？看自己这几个都爸爸都得，反思自己。